क्या रे क्या से咱各位同心哈，大家安坐啊！各位同心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哈，大家早哈。咱接续来这节哈，咱有差50分钟的时间，咱来针对这个台湾语文甲这个教育台湾话的重要，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哈。咱这个大先哈，咱先来请教各位一下哈，上面叫做文盲，上面叫做青面具。哦，台语伫讲咧，啊，青面具吼，讲北京话讲文盲咧，啊，啥物叫做青面具？无读册毋捌字，嘿，啊，啥物叫做无读册毋捌字？哦，咱在座敢有人认为家己是文盲诶，有无？敢有人认为家己青面具？我想在座无人认为家己青面具啦吼。嘿，差挺多，看差偌济安尼滴啊吼。咱一般拢讲毋捌字，啊，都哦毋捌，啊，若总讲即个。也搁较具体来讲，啊，若是毋捌家己的母语的读甲写，吼、哦，咱家己的母语，无论是合法客语也好，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原住民，还是讲台语，吼、哦，到你的母语呢，啊，虽然会晓讲，毋过袂晓写，安尼有算无？有算无？哈？嘛有算啊，吼、哦，虽然讲过去国民党的即个教育之下，大多数的拢学着即个中文的，会晓写中文啊，会晓写汉字啊。哦，啊，话嘛样样英语咧，话嘛样日语咧，诶，啊，若是母语袂晓，安尼有算无？哦，这嘛是值得咱家己的思考啦。过去，哦，日文、中文、英文，咱拢受着真侪相关的教育咧。毋过，咱家己的母语，家己的母语的教育煞真少，非常少，非常少。即使讲大多数的人拢变做啥？其实，足侪人拢是母语的文盲啦，母语的青面具啦，包括我嘛是呢。我较早以前也未学着讲台语是安怎读、安怎写。伫读大学以前，我嘛是母语的青面具呢。虽然讲为细汉，爸母都甲我教台语，哦，台语是我的母语。毋过呢，都甲人讲尔，会晓听尔咧。安怎读、安怎写煞袂晓咧。一直到甲大学，家己有觉醒了，哦，啊，迄当时我都用一个租一个台语写，才开始去研究讲，哦，原来台语是安尼读、安尼写。而且佫进一步去了解，讲哦，原来台湾足早以前就有即个台语，也是客语、原住民的即个书写历史，即种几百年前就有安尼，而且留落来真侪即个资料。所以咱今仔日就针对遮来做简单的小解吼。过来，咱过来问各位吼，古爱来讲闽南话，遮有人是越南人无？有人认为你是越南人，搁请举手一下，咱的同心老人就越南人诶，无啦吼。即句呢，古爱人闽南方，这是越南话啦吼。为虾米在座的各位同心，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？我想在座的同心，拢会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啦吼。啊，为虾米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？会造成你是越南人，还是台湾人？你的认同、民族、民族的认同，还是国家的认同呢？迄个原因是啥？哦，有几个条件啦，吼，一个是即个客观上的条件，咱甲想看卖呢？为啥你袂感觉你是越南人？但是今仔若有一天，你出事的时阵，甲你囥伫越南，你受的教育嘛，踮越南受教育，你逐天接触到的拢是越南人，媒体顶头嘛，拢报的拢是有关越南的代志，你想？那安尼时，你有可能会变做你认为你是越南人无？反射有可能啦，哈，反射啦，哈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来看嘛，就讲，你会认为你是越南人、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？伊有客观的条件，嘛有主观的条件啦，哈。啊，这客观条件通常是啥？当然，譬如讲血缘，啊，你爸母都啥物款种的，你就是共款的，共一个种族的，这嘛有关系的。过来，你住伫啥物所在？咱逐个人拢住伫台湾，所以就较容易有即个命运的共同体的感觉。你可较会感觉讲啊，咱就是台湾人咧。啊，过来，咱风俗习惯嘛较活咧。风俗习惯较共款的时阵，你就较有一体的感觉咧。过来，语言也是讲宗教，这嘛是拢伊的客观条件。啊，当然，这倒一个较重要，这无一定啊，这看 case 哈。然后你啥物案例呢？譬如讲像伫美国。
美国黑人甲白人伊个区分呢，语言就较毋是遐明显的重要的要素。吼、哦，伊虽然偏偏即摆美国的即个黑人伊嘛是讲英语啊咧，但是呢，因主要是啥皮肤色咧，黑人白人一看就知啊，吼、哦，肉较黑，肉较白。哦，伊随看来随知呢，所以伫迄个咧时阵呢，可能即个种族，哦，即、這个种族顶头呢，哦，会较重要的即个角色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咱也想看嘛，那伫咱台湾呢，咱今仔讲啊，你是客人，你是学客家的啊，还是讲你是河乐啊，你是原住民？譬如讲在座各位啦，你若无讲你是客人，无讲你是原住民，我敢分得出来？你敢分得出来？大多数拢分袂出来啦，除非。吼、哦，咱都生做较无同小可，啊，若无一般吼、哦，咱即摆穿差拢做同款的呢。啊，咱买衫，哦，拢差不多的，也是讲咱穿的物件，哦，可能也毋是家乐福、大润发、大卖场，吼、哦，啊无就是遐个全台湾拢连锁店嘛，所以买拢穿差，迄、那个风格拢做同款的呢。食物嘛愈来愈像啊呢，哦，即摆较无同的，剩差不多是语言的啊。哦，啊，你语言若佫无保留掉的时阵呢？有可能的嘛？啊，你分袂出来啊！所以你变成讲你是台湾人、中国人，你就分袂清楚啊咧。所以你去看，即、這个为什么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渡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就逼咱台湾人在学啥？爱学中国话啊！哦，无论你是原住民、客人，还是讲河洛人、哦讲台语的人，你拢爱学北京话咧。爱目的就是安怎？透过语言，达到甲你同化。啊，啊，过来透过教育，透过媒体，甲咱洗脑呢，要甲咱变作中国人啊！哦，啊，这个有这个客观条件之外呢，当然佫有一个上重要是啥？主观的这个因素哈、啊，主观的意识，也就是讲，虽然咱有这个共同的这个客观的条件，但是你爱有主观意识，认为你是台湾人啊！啊，你也看，嘛有真侪。即1945年对着蒋介石因来即个军人，还是讲伊即个岛南来即个居民呢？伊来到台湾，话已经是踮遮出世个啊。虽然讲伊各方面的即客观条件，甲咱台湾是真哇真相像，毋过呢，因为伊个教育个关系、家庭背景个关系，伊煞认为伊是中国人啊。哦，伊也是坚持伊是中国人啊。所以像这呢，你主观意识上嘛是得爱有你的主观的认定，你是台湾人，还是越南人，还是中国人？啊，你若主观相认，啊，我着台湾人，啊，你有这客观条件，当然结合起来，你就会认为你是台湾人哦。总是呢，这个一般咱族群的认同、民族的认同呢，拢是通常你先有这客观的条件了，大多数啦，吼，当然不是100%，大多数拢是根据你的客观条件，才造成你的主观的这个。认同啦，啊，所以国民党长久以来伫台湾60几冬，伊就是安怎透过媒体、透过教育，啊、哦，甲这个共同诶，要甲这个客观条件拢甲呼呼咧，哦，然后才讲啊，咱就是拢是中国人诶，伊的策略就是安尼，啊，有效啊，无效，某种程度是有效咧，对咱在座若较资深诶，啊、哦，年纪较侪可能是无啥效啦，但是你若对少年诶，伊未出世就开始安尼个教育，加减有效哦。即卖呢，像我即卖是伫即个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册哈。啊，我逐当上课拢会问学生啊哈、哦，你认为呢？北京话是你的母语的，请举手。差不多80-90%的学生啊，拢认为北京话是伊母语啊呢。啊、哦，过去咱讲差不多70%的台湾人是讲台语的，吼、哦，啊差不多差不多1.5%哦，讲即、這个。哦，1-2%讲客气的呢，但即卖遮大多数拢安怎认为伊的母语是北京话安尼？啊，你也看，伊遮呢认为母语是北京话，伊若过一两代，过一两代了呢，伊教伊的囝、教伊的孙会讲啥？拢嘛讲北京话。啊，咱甲想看嘛，若100冬后、200冬后，全部台湾人拢讲北京话的时阵，爱会啥物情形？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即个语言呢，甲认同。啊、哦，伫台湾即个地是非常的重要，哦，非常的重要。啊，过去真侪人，有的人拢想讲，啊，语言只不过是沟通的工具尔，哦，啊，当然，语言有沟通的工具的功能，但是伊不只是沟通的功能尔，哦，伊佫有即个文化的认同、族群的认同，诶，真重要一个要素伫咧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语言呢，佫有一个上
真重要的，哈、啊，除了甲运动有关系之外呢，甲这个文化的主体性嘛有真大个关系啦。安、啊、尼用一个简单的例，先来举例啦哈、啊。最近呢，韩国有一首歌叫《江南 style》哈、啊，江南的 style 啦哈、啊，江南 style 哈、啊。啊，这首歌吼、哦、唱甲你也袂调啦，讲全世界拢足唱的。哦，刚刚伫网络去登录迄条歌啦，几啊亿个人口呢？各位，几啊亿呢？是咱台湾人口的几啊十倍。啊，遮济人去甲登录哈，啊，国内外、国际上嘛足济，包括有名的遮歌星、影星嘛拢伫甲，吼、哦，等于拢伫唱这条歌呢哈、哦。但是呢，咱看起吼，即、哦、韩国即几档呢，伊个韩国出啦，吼、哦，啊种韩国个电子产品啦吼，即、哦、十档来，敢那真抢哈，尤其个遮文化、演艺吼，遮、哦、产品呢，敢那非常抢。但是我相信咱啊，较年纪较侪小块，诶，朋友就知影。你若二三十当前，迄当时咱看到韩国是感觉啥？嘿，感觉韩国是对伫咱后壁伫遐玉甲，甲咱玉咱玉甲皮皮喘的人呢。但是即卖是换咱玉因玉甲皮皮喘呢。哦，啊是安怎来安尼？哦，包括即个韩国其实呢，因即几年来韩国话、韩国文字、韩国文化会遮强。最主要是跟他們的民族的自信心也有關係，他們有那種的企圖心跟自己的語言文化塞上國際上，但是我們台灣人比較沒有、啊、韓國這也不是說他們自古以來就這樣的自信，也不是，其實他們過去有一段時間對著自己的韓國字，像這個我們現在看這個韓國的報紙，像這種就是他們現在的韓國字，這個呢在以前啦，一百年前他們自己是看不起自己的韓國字的呢，哦，因开始的用这个韩国字正式使用是1945年以后，伊脱离日本的这个殖民统治以后呢，因才开始恢复使用因这套这个原文，吼、哦，叫做原文。所以认真讲呢，才六七十档尔，六十几档的时间尔，拄好甲国民党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尔。但是呢，经过六七十档的经营，人即卖伊甲韩国话、甲韩国文字塞进国际舞台，啊，咱即卖。来简单哈、哦、看一下，像这呢，是因这个韩国的报纸啊、哦，这是他十几年前，这个李登辉哦，伫发表两国论的时阵呢，韩国的报纸报的哈、哦。啊，咱知影韩国过去伊是拢用汉字的，全部拢用汉字哈、哦，但是1945年以后呢，伊汉字就无要用啊，哈、哦，改用这个原文哈，伊干那保留少数的汉字，用伫这个人名、地名、这专有名词哈。哦，所以咱看这《两国论》伊个标题，吼、哦，只要有汉字，啊，啊，《两国论》哦，萧万长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李登辉，即个人名伊有出现，出那句呢，拢是这种韩国字啊。啊，即、这个韩国字呢，伊个历史咱嘛简单讲一下，各位小块了解一下吼。韩、哦、国过去古早呢，受着中国影响，拢是用汉字啊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一百年前。韩国的文献哦，全部拢是文言文，拢汉字的吼。啊，伫差15世纪的时阵，这个韩国李朝、李世宗吼，伊、哦、的皇帝呢，伊的大王吼、哦，就是咱即摆看的，这个铜像吼，这是伊的世宗大王，世宗大王伊的纪念碑，遐伊的这个铜像吼。啊，伫差15世纪的时阵呢，李世宗伊就感觉讲吼。韩国古董以来拢用这个汉字文言文吼，伊感觉用这写吼，足歹学的，足歹写，而且上重要是无法度表现到因韩国话的特色啦。就是韩国话是一套，但是书写阁一套，所以地书讲吼，青面有一大堆啊，大多数韩国人拢唔捌字啦，敢若少数遐王公贵族的较捌汉字尔。所以呢，伊就想要改革，啊，伊就调集一批学者。用来了，恁这批学者来吼，恁咧研究一套文字，这套文字爱当真完整、真熟悉、真适合呢，来标记着咱的韩国话。爱这下来研究啊，啊研究几当了呢，伊就做好啊，哦，啊做好了呢，这个李世宗就公布要来使用哈、哦，要采用。啊，所以咱即摆看这个训民正音呢，这就是因的这个迄当时顶公文就对啊，伊公布的这个。好、哦，要开始来用这套新的文字，哦、啊，伊颁布的这个命令叫做“训民正音”哈、哦。
而且分明正义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全汉字，啊，一个是有汉字，啊，佮有兼即个原文吼，新的文字对照吼。啊，即个分明正义咱来看吼，即汉字，我想大多数各位同事们来看有啦吼。伊就交代讲吼，为虾米我要设计即套文字？吼，伊只就写伊讲吼，国字语音宜乎中国，以文字不相流通，故移民有所欲言，而将不得。新机情者倒去啊！哦，伊讲咱的语言甲中国都无同呢。啊，你硬要用这汉字文言文来书写吼，写袂水快啦，无法度表达着咱韩国人要表达迄个感情，迄个开口写袂出来。所以咱要创造这28字的字母吼。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吼。啊，伊有除了汉字之外，伊边啊佫有注这个原文。啊，原文就是其实就28字母啦。类似 A、B、C 安尼啊，只是讲伊个符号是无同个写法吼。啊，当然伊即李世宗真有想要推翻原文呐哦，但是呢，毋是真顺利讲，从此以后韩国就拢使用啊。咱拄只讲李世宗是15世纪个时阵找学者去制作啊，设计一套新个文字吼。啊，即套新个文字呢，设计出来李世宗就公布要使用啊。伫要公布进程呢，下面遐汉字既得利益者呢，就反对啊。为虾米反对呢？遐士大夫阶级，哦，譬如讲吼，伫1444年呢，即、這个李朝的即个集贤殿副提辖叫崔万里的即个呢，即、這个崔万里呢，伊就上书反对啊，吼、哦，伊就写书文反对吼，和、哦、即个李世宗，伊安那个反对呢？伊就提几个理由啦，哈，啊，这文是用这个汉字文言文写的哈，所以各位当家己看哈。其中第一点，伊就讲哈，伊讲五条自祖宗以来，自成时代一尊化者，吼，伊嘛是文化上一个中国啦，一个中国的政策了，对啊。伊讲吼，啊，人中国都安尼用，咱来对咧行就好啊咧，咱太使家己用这個，啊。另外，伊当时嘛，这种想法咧，迄种文化大中国的这种思维咧，啊、哦，无猜这是因家己的皇帝想要推翻，伊嘛要反对，啊、哦，因为就是讲无需要杀这咧，哦，用这是要创啥？但是咱也想啦，迄当时李世宗若无坚持要推翻这物件，韩国今仔日有穿遮，因为这韩国话特别韩国文字有法度遮尔啊穿啊无？有可能呢，伊若拢用汉字吼，可能到尾啊，拢变中国个一个省啊，叫做朝鲜省啊，哦，拄啊东北个延伸出去，佮加一个省出来呢。有可能迄个中国遮个变做伊个一个省份呢，哦。但是呢，拄啊好佳在伊迄当时有坚持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会当保留着伊个即韩国语文，吼、哦，伊韩国文化即个特色出来。啊，当然迄当时伊即个你。崔万里呢又上书来反对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呢，这個、李世宗是我真坚持啊，讲嘛是爱推行啊、哦，所以尾啊有公布这个分明正音。但是呢，可惜伊在位呢几十当了，伊过身去了，情形都阁无同啊。伊在位的时阵会当抵抗这既得利益者，但是伊过身去了，都无大啊。过身去了，因朝廷就内乱，两旁的人。吼、哦，底下好伫争权夺利啊，正要做王就对啊咧。哦，啊，迄当时呢，两派底下小打吼，伫斗争的时阵呢，甲咱即摆政治斗争同款，拢会写乌函啦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因真侪人即写乌函的时阵呢，拢用即个原文咧写。为啥用原文写？因为原文较简单啊，一般老百姓看较有啊。原文就敢若穿个泡泡帽安尼。啊、哦，波波摩几个字母呢？相对汉字来讲是较简单的啊。所以呢，迄当时呢，真侪人用这原文来书写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乌含的哦，满世界就对啊。啊，其中的一个尾啊，燕山君这派呢，尾啊摕到政权，摕到政权了呢，伊就回想到过去受到这乌含攻击呢，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，再下令禁止。禁止这个原文的使用。你若一般人唔捌字吼，伊就袂较袂折返啦。唔捌字呢，因为古早呢，
啊无收音机啦，啊无电视啦。古早大众传播媒体就是啥，嘴嘟嘴咧讲尔，啊无就是上计是透过报纸，吼透过印刷来咧传播尔。无像即卖讲吼，啊你有电视有录音吼录影，哦有足侪种无共传播的方式。但是古早呢，吼你要传播，你就是爱透过印刷，吼透过这种书面的。啊，若乎你袂晓写、袂晓读的时阵呢，等于是啥？你都无大众传播啊，你都无法度家己要造反，吼、哦，只系即个声音传出去咧。所以呢，印山军因就下令禁止民间使用即个言文。所以言文呢，从此以后就从打入冷宫啦，哦，就变民间呢，干那一寡唔惊死的偷偷咧使用咧。但是你伫公开上，你就袂当使用啊。哦、所以为李世宗推行几十档了呢，尾啊，其实长久的四五百档当中，拢是偷偷的使用的啊，一直到到二十世纪初期呢，这个日本去占领韩国、哦、啊，韩国遐的这个独立运动的分子呢，因为要为着要推翻这个日本哈、哦，啊，迄当时嘛同款的牵涉到讲，啊，咱的传播的媒体。报纸要用什么写较好势？当然，伊就感觉讲用汉字写袂富气啦，因为一般人唔捌汉字咧。哦，啊，你用日文写呢，这个感觉无民族精神咧。哦，因为伊是要推翻日本的统治咧，那你去用日文写，你用笑，再用笑个哦。所以呢，伊就感觉讲，啊那安尼，咱就甲十五世纪的时阵呢，李世宗发明的这套言文提转来用。所以呢，二十世纪初期的时阵，即韩国即个知识分子呢，伊就感觉讲，推行言文真重要，所以呢，积极组成即个韩国语文学会，啊，朝鲜的语文学会，啊，去进行即个韩国话，即个标准化、现代化即个工作，然后积极去推广韩国言文的即个书写，啊，啊，1945年日本投降了呢，韩国啊，受日本的托管。哦，啊，过三冬了，哦，美国给因独立出去，因才开始使用这个，就是把言文定做官方语言啦，恢复使用家己的文字哈、哦，大概是安尼一个历史哈、哦。啊，这是这个韩国哈、哦，当初韩国人伊那个家己的文字、家己的语言，甲放弃呢。我想今仔日就无遮穿的，这什么江南 style 啊，啊，无遮个韩国的演艺界哈。哦韩国的这个这个啊演艺事业这么发达啊，哦啊嘛无因即卖韩国这么穿啊，哦即卖韩国强要穿到抓袂掉呢，强要比日本较穿呢。咱来看第四台电视节目内底就好啊，韩国出愈来愈侪，日本出台湾出愈来愈少啊，啊无像以前阮少年时啊，你日本出阁加较侪，啊即卖颠倒，日本出东西哦，韩国出豆豆啊咧取代掉去呢，啊。啊，这重点就是讲，人无放弃啦。哦，啊，咱台湾人咧，咱台湾人是安怎？我想各位家己想就知。1945年以后，这中国党来用枪甲咱挨，叫咱着学北京话，啊，咱着乖乖啊对咧学北京话咧。学到即卖变成安怎？阿公阿嬷甲孙咧讲，嘛讲迄种袂认真个北京话嘛，硬咧家己那咧讲咧，哦。啊，对家己的母语无坚持啊，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原住民语言也好，拢无啥坚持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变成咱即个母语的失传非常严重。过来，除了口语的失传之外呢，咱搁啥无书写的观念啦？拢想讲吼，啊，这母语的土语尔咧，这讲得好咧，未想讲咱得爱会晓写，会晓写，你才当发展文学。你可以当去发展较精致的这演技的这产品出来。人韩国敢会讲啊？咱会用讲韩国话就好，唔免书写，袂呢？写甲这个讲，迄是要结合做伙。听讲读写是拢结合做伙的啊。包括咱伫学英语啊，咱伫国中时学英语，国大也是讲这个高中学英语，咱敢会讲啊？着学讲就好啊，唔免书写。袂啦，咱一般拢是爱听讲读写结合做伙的啊。所以咱古长以来。拢无母语的读甲写的观念，啊，这就影响到啥？咱的册大多数拢中国人写，拢中文册。
你无用台语、用客语，正讲咱台湾人写的册时阵呢，囡仔读册当然就拢受中国化，伊就中对中国较认捌啦，对台湾人较生分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即站呢，即站即电视台内底呢，中国村嘛，佫愈来愈侪啊呢，尤其一挂迄宫廷戏啦，吼，讲皇甲皇帝安怎，迄种个古装戏呢，佫愈来愈侪啊呢，迄种封建思想个戏佫愈来愈侪啊呢，哦。啊，当然，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吼，这马英九嘛调岗的啦，伊就放予中国个只戏出呢来占领台湾呢。哦，啊，予你透过教育甲媒体导导，甲咱囡仔洗脑，伊就毋免发社会单啦，咱自然就卡要涂骹叫老爸啊啦。哦，啊，这是咱即摆台湾的情形呢吼。好，啊，咱即摆呢，咱来看吼，啊，咱台语到底是有书写历史还是无？来，咱请教咱在座的同心，你会用书写你的母语啦，吼，台语、客语，也是用原住民语的。你会用写、会用读的，请举手一下。咱在座有几位会晓？有无？两位，咱在座差一百个，敢若两个，差不多两趴啦，吼。各位你也看，这就是外来统治成功的所在。外来统治成功，就是予咱。袂记得家己话，袂晓写家己个语言，安尼个时阵呢，因只人掌握着啥解说权啊？因只人掌握嘛解说权啊？咱读个册，拢得爱读中国人写个，尤其你啊看，伊逼咱得爱读中文个，啊，中国遐十几亿个人口呢，你啊看即几年嘛是真济卖中国册伫台湾个册店吼，几若间专门咧卖中国册哦，愈开愈济间，啊，销路愈销愈好。包括阮伫大学教册，我看啊真侪中文系，也是台文系老师，拢咧用中国的迄个简字体遮个册，中国出的册。啊，你遐看，咱的囡仔若敢会用读中文尔？咱看的拢是中文册，中文册绝对拢是中国观点啦。伊会互你写台湾观点无？就算讲好啦，咱台湾2300万人啊，但是你一人啦，准写一本啦，咱才2300万本啦，中国是12亿个。十二亿本的，你看几倍就好啊，几十倍啦，哦，差不多要到50倍呢，哦，等于50本册内底，敢一本是台湾，有49本拢是中国的啦。你也想，迄囡仔是有影响的袂？读中国册绝对拢受到影响的啦。所以今仔日你若是只爱册改做啥，用台语来书写，用客语来书写，甚至用咱原住民的话来书写，中国人有法度无？较困难啦，啊，就变成咱较法度掌握着迄个主体性的物件，哦，啊，台语有书写历史无？过去咱读的册拢甲你讲无啦，因为伊都无咧介绍嘛。包括我读大学以前，我嘛感觉台语都有音无字啦，台语都土话啦，会讲一领袂写一啦。事实敢是安尼？毋是呢。尾啊，了咧做台语台湾语文的研究才发现，哦。袂得啦呢！咱台湾语文的书写历史比中国的白文佫较早呢。中国因过去拢用文言文，因白话文运动是当时乌色因伫五四运动开始提倡白话文，啊、哦，五四运动当时1919年呢，1919年因才开始提倡白话文的书写呢。咱即马大家人想讲吼，啊，咱即马中文、白话文拢足够个，拢想讲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拢用白话文，毋是呢？1919年，乌色因才开始提倡白话文呢，啊，正经白话文开始普遍，嘛差不多战后个代志，1945年以后个代志啊呢。所以其实短短也无到一巴掌呢。但是伫迄进程，咱台湾就安怎用台语个白话来咧办报纸，来咧翻译圣经，来咧出版册啊呢？啊，咱即下来要提证明，互各位看哦。啊，这个台语是安怎写？好、啊，咱先简单讲一下哈。咱、啊、因为今仔时间较有限哈、啊。台语呢，当然你用全汉字嘛会使哈。譬如讲像这个歌册啊，过去咱有真个歌册哈，伊、啊、就用汉字的哈。过、啊、来就是用罗马字啊。即咱等嘛是互各位看相片啊。百外当前外国的传教士来到咱台湾了呢。伊甲这罗马伊传起来，用罗马伊来写台语、写客语、写原住民的话，哦。过来另外一种是汉罗合用，汉字甲罗马伊南咧用，
啊，为什么有这种的做法呢？这是因为吼，考虑到讲，现处时咱大多数的人呢，拢是受过汉字的这个训练，拢学过几十档的，较惯势用汉字。常常要叫你用全部罗马字，也袂惯势。所以一个过渡期，咱是用汉字跟罗马字合在写，哦，所以这叫做汉罗合用哈。啊，像这呢，这就是刮切啊，刮切这个用法哈。这是古早呢，伫民间吼，用这种汉字来导。啊，当你咧读，你得用汉字，用台语的读法啦，吼，你袂当用北京话的读法啊。嘿，这个好心妈大正歌哈，啊，伊讲什么歌遐趣味，未念先甲恁通知哈。啊，无论啥会有姓地，好心妈啊去冤家，啊，类似这种的方式哈。啊，这是较早期传统的这个歌词啊。啊，过来呢，除了这种专汉字的，啊，过来就是这种专罗马字的，啊，这嘛包当前就有啊，啊，传教士来的时阵，因就用这来翻译圣经版报纸，啊，像这叫做创世纪，啊，创世纪，啊，这圣经头一页，啊，伊就传播，拢用罗马字来出版的，啊，啊，过来汉罗的方式，啊，像讲呢，故乡的残垣，啊，这是这个真有名的这个作家叫做陈明仁。啊，哦，是台语的这个作家哈，伊写一首，伊写一首歌叫做《伊在姓写诗啦》，尾啊，迄个啊，有人甲伊谱作曲哈，哦。这个诗呢，啊，伊讲这故乡的残垣哈，无，哦，咱来念看卖呢哈，这个汉字应该袂困难哈，哦，来，白杨树，脚长长，想要小少问，你来来去去，会当飞偌远？敢会飞过阮故乡的田园？牛车路高长长，想要小少问，你圆圆歪歪会当行偌远？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园？过来，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怕远，简单春着一曲干满花。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怕远，简单剩着满腹心酸。十五暝月光光，照阮窗仔门，月娘啊月娘，会当照偌远？敢会照着阮故乡的田园？这是这个陈明仁的故乡的田园吼。啊，这个汉罗合用呢？啊，当然这是目前哈，哦，较普遍的一种做法哈，真侪出版品拢用这种方式来做哈。啊，伊个大原则就是讲，啊，你若有汉字，你就用汉字；啊，你若无汉字，你唔知影要安怎写。或者是讲，即个汉字写出来，大家有争议啦，你就甲用罗马字落去。啊，像讲佚佗，啊，佚佗要安怎写？有个人讲写七粒头啦，叫做佚佗。啊，啊，有个讲岁月蹉跎，叫做佚佗。有个人用一挂走马兵，即个叫做写做佚佗啊。啊，所以讲呐，这种的做法呢，啊，有的人规气讲啊，安尼啦，咱就用罗马字来佚佗，就拼罗马字就好啊，哦，安尼较方便，这嘛是方式之一。啊，不管安怎啦，你要转汉字、转罗马字、要汉字拢无要紧，咱只要用咱的母语来书写，因为这种文字的物件呢，后盖咱若要一体化，真简单，透过电脑来处理，得当标准化。重点是咱爱先用母语来书写，爱建立母语书写关系啦。那无呢？咱无形中，咱的头壳内底呢，拢要是存在中国的迄个市民教育啦，拢要是人的市民者啊。所以咱豆豆爱做主人，咱爱用家己的言语，用咱的客话，用咱的原住民的话，用咱家己的台语，用家己的母语来建立书写。啊，这书写你若文学创作较高的人，你当文学创作；那无嘛无要紧，你着笔记。咱就甲用台语、用客语、用家己母语来书写嘛，无要紧。豆豆建立，尽量甲即北京话甲淡掉，北京话先互因中国人去使用就好。啊，咱毋免烦恼讲北京话会死去啦。中国有12亿个人，伫做伊个靠山啊，这个语言袂死啦。但是呢，咱个台语、咱个客语、咱个原住民个话吼，在做咱个东西若无甲用，连咪翘起啊。两面的翘起啊，所以呢，咱来建立母语的书写的观念哦。啊，咱即摆呢，过来，咱来介绍讲，台语有通写无？
因为咱今仔时间较有限，咱就先针对介绍台语的哈，客语嘛有啦，原住民嘛有啊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未来有机会咱再去介绍。啊，台语像这呢，早前的白话字的教材啊，台语的这个罗马字的这个教材啊，啊，过来像这呢，啊，字典啊，你有教材嘛有字典呢？咱在座同心有人看过台语的字典无？咱做一下调查，有诶嘛，请举手者。有看过，啊看无吼？嘿，无要紧，任何各种的台语字典拢会使，有诶请举手者。哦，嘛无几下呢，五下，咱一百下内底敢五下看过，啊有搁看无呢？哦，所以你啊看，中国人的市民教育有成功啊无？有哦，你啊看，教咱这算。真有台湾意识的东西嘛呢？才一百个内底五个捌看过，啊，佫有人看无个呢？哦，啊，你看有可能剩无几趴呢，可能两三趴尔呢。所以莫怪中国人直接才摇摆，哦，莫怪呢，咱若要靠选举选袂赢啦，因为呢，即愈来愈少人拢是有中国教育大汉的，伊太有可能感觉讲，这是外人统治，伊就感觉讲啊，即拢共国个咧，共国个，你想伊敢会想要甲推翻中华民国，就袂啊啦。哦、啊，其实呢，台湾的这台语字典真早就有啊呢。哦，咱来看哦，上早现初时还佫有看会到的存在的这个字典呢。1837年 ，Medhurst 哈、哦，伊所编的福建方言字典。佫来道家德1873年所编的《下应大书典》。佫来甘伟林啊。哦1913年所编的《厦门音新字典》，啊，这本呢是第一本在咱台湾家己出版的，吼、哦，伫教会公布下，吼、哦，出版的，哦，啊，到明年多好一百档啦，这是咱家己本土出版的，吼、哦。咱又搁看一下相片者，像这呢，这是像道家德所编的《厦门大书典》，哦，厦门话，厦门话是等于咱台语的前身啦，哈、哦，咱台语进前从厦门遐来，来到台湾了，再搁。南到这个原住民、平埔族啊，以及个特别是日语啊，日本时代呢，咱有真侪日语编对咱的台语去吧，吼。啊，像这呢，下应大书典啊，伊就下这个台语呢，甲英文对照啊。啊，像这本呢，这是甘伟林字典哈。迄、那个厦门音新字典，即卖已经改名吼，新版的叫做《甘伟林台语字典》。啊，这本还阁有伫卖，哦，伫即个台湾教会公布下还阁有吼、哦。啊，像这呢，即、這个甘字典呢，哦，伊内底拢是用即个台语罗马字，哦，啊，中间附一个汉字，吼，甲、哦、你建议讲，啊，即、這个汉字变哪写，罗马字安怎写吼、哦。啊，除了即个字典之外呢，哦，伊阁有啥？阁报纸。啊、哦，台湾上早的报纸是啥物报？毋是《中国时报》，毋是《联合报》，嘛毋是《自由时报》哦。嘿，民间第一份搬出来是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爱是用啥个写？毋是中文哦，嘛毋是英语，嘛毋是法语，嘛毋是西班牙语，是台语，是正港的台语。伊是用台语罗马语写的，1885年出版的。啊、哦，1885，迄当时中华民国成立未？也袂啦，迄当时满清还佫伫困呢，中华民国嘛还袂成立袂，咱就已经用白话伫办报纸啊。标题你也看，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第一张，啊，这就是创办的第一期啊。啊，这份报纸呢，内容真济啦，包山包海哈，非常济哈。啊，这个报纸内底呢。内容真多哈，譬如讲，咱来举一挂例就好啊哈。譬如讲，文学性的、文学创作的嘛有呢。像讲哦，伫1886年，哦，1886年，伊有刊这个一篇小说，叫做《日本的怪书》啦。啊，这边咱来看吼，是这份报纸内底算目前咱上早发现到的这个白话的小说，啊、哦，用白话来书写的小说，啊、哦。啊，这个日本的怪书呢，这是咧讲啥呢？伊咧讲吼，有一个人客吼、啊，去客店啊，过暝吼，要过暝。啊，过暝时阵呢，伊就交代这个厝头家讲吼，厝头家啊，你明仔载呢，爱甲 morning call 一下，哦、啊，爱早起啊，甲叫起床。
啊，这个头家就给他印好啊嘞。过当天早起时间一个到，头家就要甲叫起床啊。哦，啊，迄当时无电话啊，古早无电话吼，所以要 morning call 得本人去甲弄门。啊，所以这个头家就去甲门口边嘞，要甲弄门嘞。啊，伊位窗啊边影下边吼，看到这个人真奇怪，伊伫困加棉被，啊棉被边啊个吐一个狐狸尾流走出来。伊就想，啊，这个人到底是狐狸还是人？伊本来想讲吼，会惊啦，无啥敢弄门嘞。尾啊呢，伊要是提出一个勇气，就哭哭弄门迄边啊。啊，弄门迄边讲话就皮皮出啊。啊，这个人客问讲，啊，头家你是安怎哟？人家皮皮出。啊，这个头家就老实甲讲吼，在我拄则要翕的时阵吼，啊，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流啦。你讲啊，你是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？啊，这个人客。发现着讲司机败漏啊吼，秘密用在，伊就老实甲这头家讲，讲无唔对，我就是山顶来狐狸精。啊，我即届来要紧的代志要办理，啊拜托个，你唔通共讲哦，你唔通这秘密共讲，你替我保守这秘密。啊，你若帮我保守秘密呢，我就甲你报答。哦，啊要哪甲你报答？你吼，你摕十块银呢，去庙里添香香迄个箱啊顶头甲藏呢，过灯光，互你加倍，变几十块。哦，安尼啊，囥二十块，过当天加倍，互你变四十块，用安来甲你报答就对了。哦，啊，这个厝头家想，我哪有这好康的代志嘞？哦，不离个呢，想啊，我着望试看卖嘞啦。所以，就真正摕十块银去庙里添香香的箱啊顶头甲囥嘞，过当天过去，真正变二十嘞。伊做迄二十个啊囥嘞，过当天去变偌济？变四十嘞。伊想讲，哇，你爆死啊咧！十块、二十、四十、八十，哦，安尼连面嘛好个，哦，啊，都倒咧赚就好啊咧。伊想讲哦，啊，唔管你上万呐，十块、二十、四十上万，无咱基数个用较大，用一千，哦，一千、两千、四千是较大，所以伊个摕一千块甲藏咧，添面粉啊甲藏咧。过顿工去变偌济？他会变二两，无半千咧，变加两千咧。种奇怪，啊，他会无去，应该两千啊。伊想啊，无搁坑一届，搁坑一千，过顿工去搁半济，嘛是搁无去。啊，尾下伊才恍然大悟啦，伊拄着啥？拄着变神啊啦，伊拄着诈骗集团啦，甲马英九这共款啦，伊用变去啊啦，迄啥物狐狸精啊，根本都毋是，迄是变神啊，你家己变钱啊。所以你啊看，伊这着日本的怪事，伊在坑咱吼，毋通小贪啦。人讲小贪嘛，两家人哦。啊，你小贪，结果你了愈济。你话这百话当中，咱的祖先就甲咱讲啊，用这白话小说，吼、哦，防坑咱通小贪。结果咱即卖嘛是你话，迄边神啊，诈骗集团遐尼济咧，防骗钱，防骗身躯，甚至个防骗选票。哦，啊，台湾人拢戆要死咧，戆到袂白张啦，吼、哦，戆到袂白张咧。哦，啊，到即嘛是阁袂降哦，袂降青。你也看百外当前，咱的祖先就甲咱交代啊！啊，你也看这1886年呢，晚清时代，咱就用这白话书写呢。过去读历史，伊袂甲咱教着台湾历史啦，袂甲咱教着台湾的文学史啦。啊，这几年豆豆啊，有一挂台文系所开始会咧教台湾文学的历史，但是呢，拢还是中国观点。拢讲台湾文学是受到中国的启蒙，受到中国影响才开始的，拢是受到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刺激才开始的。敢有影？颠倒中国的白话文是受到咱的刺激呢？是咱台湾开始先有白话文的运动的呢？包括中国厦门遐嘛是拢较早的呢。所以中国北方颠倒拢是受到南方、受到福建、受到厦门遐影响的呢。所以咱迄当时。是比中国较先进，就开始用白话文来咧办报纸呢。唔啦，报纸尔，佫有其他物件，咱佫来看嘛。咱拄则讲的，这是创作的文学作品，翻译的嘛有呢。翻译作品，譬如讲，真侪人，我相信真侪人拢捌读过，像《灰姑娘》啦，《灰姑娘》的故事啦，你捌读过台语版的无？有读过，请举手一下。啊，有捌读过英语版的无？哦，凡是有人读英语版的呢，哦，《灰姑娘》大多数的人拢是读中文版的。但是呢，咱台湾伫一八
1915年，就甲你翻译好啊，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啊，翻好搁刊伫报纸顶头啊咧。你来看，1915年，伊的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，伊甲翻作土炭，因为灰姑娘因到底卖土炭啦，啊土炭都乌的嘛，啊你手摸黑了，搁摸面就变乌的呢，所以伊甲翻译做《灰姑娘》啊，因到正散车伫卖土炭，哦，你来看，中国。五色因胡适因啊，也未五四运动，也未白话文运动进程，咱着后创作后翻译安尼，咱直接着甲欧洲、甲欧洲的文学作品甲翻译过来安尼，咱太是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的，无影呢。咱真倒是比较先进的，比佫较早着直接甲欧洲迄边来联系安尼。过来，拄则讲迄种短篇的小说。啊、哦，长篇的有无？嘛有呢。陈启宽，啊、哦，1926年出四线，几本册小说拢用罗马语写。1926年的长篇小说，长篇的小说，啊，过来，像这蔡培慧十项关键，1925年啊，1925年，伊这是文化评论的册，伊在评论讲吼，咱台湾文化要安怎开始发展？规本册拢用罗马语写，啊、哦，来，唔是干那只人文的册尔啦，医学的嘛有呢。像讲1917年，戴仁修啊，伊有编一本医学教材啊，叫做《内外科看护学》啊，《内外科看护学》。你啊看，伊甲你教讲咱人身躯的构造是安怎，规本册拢用台语写呀，还佫甲附一个英文，佮附汉字啊。哦啊，过来，数学课本嘛有呢，你看嘛，1897年，中华民国嘛还袂成立的时阵，咱就用台语咧教数学啊咧，台语就嘛是呢，你看笔算的初学，啊，再讲记小的法度要哪记小，啊，伊只嘛拢有咧，啊，以上真济啦，但是时间有限，吼，咱只呢，即、這个咱去年我出版即、這個。文学馆委托我做的出版一套这个台语白话字的文学选集啊，咱就是拢甲百外当中啊公布下，咱拄仔看遐个相关的资料，迄个选录一挂较文学性的作品出来，有甲集做一套册吼，一套五本吼，叫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啊，内底真济有诗有散文啊，戏剧小说翻译的吼，啊个文化论述，各位趣味会当上网络啊去查就有吼。啊，咱拄则讲，迄拢是过去出版的。啊，有人讲，啊，你即摆阁有无？嘛有啦。啊，咱用短短几分钟啊，小讲一下吼。譬如讲，台文通信、台文网报，哦，啊，用海岸台语文学杂志、台文正线、首都时报，哦，啊，种客语的，哦，文学客家，哦，即阵嘛拢阁有咧发行啊，啊，嘛还阁有咧办啊。但是为啥咱拢唔知呀？咱都无教育啊。无教育，咱就当作讲啊，咱过去的祖先都拢无唔捌文学嘛，啊，咱的祖先拢青面具嘛。其实是啥？是外来统治者剥削着咱的母语教育嘛，剥削着咱的台湾教育嘛，无让咱认捌家己的历史，无让咱认捌咱家己的母语啊。啊，拢当作咱祖先是青面具，当作讲台湾都无文学，台湾嘛无文化，即个文学文化拢中国人创造的，干嘛呢？唔是呢，唔是呢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最后呢，咱就以这个越南吼，有一个历史学家叫陈仲金。为啥要用越南做例呢？因为越南过去嘛，予中国统治足久的，统治真清淡，尾啊人是独立出来啊。啊，越南这个陈仲金呢，伊一本真有名的册叫做《越南史录》吼，就是越南史的册内底呢，伊就写吼，伊讲吼，伊讲过去呢。是中国统治迄段时间咧，唔管大人囡仔，啥物人去读册，拢敢学中国史，无要学本国史。哦，啊，写诗、写赋、写文章嘛，拢爱根据中国的古典啦。啊，感觉讲本国的代志无路用啦，看轻家己啦。哦，这拄好咱台湾现处时的状况啦。咱台湾这嘛是啊，拢敢看重中国。啊，若讲到咱台湾的，拢看，拢感觉迄无价值、无路用。哦。但是呢，咱爱改过，咱爱对家己的文化、对家己的母语爱有自信啊！爱像韩国安尼，爱像咱越南安尼，对家己的母语文化爱有自信，
当然第一步就是啥呐？教育爱本土化，爱台湾化，爱台湾教育啦。咱目前的这個教育拢是呐无根的教育啦，拢是你替中国咧制造中国人的教育尔。所以咱就是教育爱本土化，爱台湾化哦。啊，爱先为家己的母语救起来哦。各位做会到的，就是先把家己的母语传落去哈、哦。好，咱时间嘛真有限，无咱这节课就先讲到这。啊，若有啥问题，再搁私下来讨论哈。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起立，行嘞。